像我平常是怎么画我最基本的眼线，那一开始我都是先用咖啡色的眼影把自己的那个内眼线睫毛中间地方补起来，那我用的是这个 MAC 的咖啡色的眼影，然后用这种扁的小刷子刷上以后，把自己睫毛里面中间的部分填满。开始也是把自己内眼线的地方补起来，